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哋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新马师曾祥哥嘅生平同演出作品。以下我哋会继续介绍新马师曾所拍过嘅电影。1961年，分期付款娶老婆，识周青。1961年，女飞侠红姑，识柳慈。1961年，傻人发达记，识黄金福。1961年，三侠明珠宝剑，识柳水。1961年，十载含冤为我郎，识游彦操。1961年，星月争辉，识公子客串。1961年，拉车行大运，识拉车场。1961年，二乞全姑，识钟二峰。1961年，盲公睇女婿，识关人树。1961年，香江花月夜，识虾仔。1961年，警察捉小偷，识新靓场。1961年，英雄肝胆美人心，识激光太子。1961年，沙三少与俏银姐，识沙三少。1962年，歌唱是林济塔，识许仙。1962年，钟无艳挂帅征西，识齐宣王。1962年，戏迷奇遇记，识陈阿超。1962年，水观音三戏白金龙，识白金龙。1962年，龙凤奇缘，识潘俊龙。1963年，万恶淫为首，识陈子年。1964年，刮拢世界，识崔德祥。1964年，通天师傅，识童天晓。1964年，烂赌二当老婆，识冷道二。1964年，冷巷姑爷，识汪永祥。1964年，济公活佛，识济公。1964年，抢食世界，识朱润祥。1964年，摩登二世祖，识余世祖。1964年，改旗添丁，识毛义志。1965年，济公捉妖，识济公。1965年，考破相思案，识马子祥。1965年，真假济公，识济公。1965年，看牛仔出城，识虾场。1965年，济公大闹公堂，识济公。1965年，花癫大笑，识花国伟。1965年，摩登马骝精，分析齐天大圣及孙达圣。各位关于祥哥嘅生平事迹同埋佢唱过嘅曲目，我哋今集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讲述祥哥嘅生平。希望大家继续收看，唔好错过啊！如果大家喜欢我哋呢条片，就请大家俾个 like 我哋，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同时，请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同埋记得揿埋个啷啷，咁我哋每次出片 ，YouTube 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哋。好，拜拜，我哋下一条片见。